学佛，如果我们把修正思想行为这一桩事情忽略了，那么在佛法里，无论怎样去努力用功求解，乃至于说法说得天花乱坠，也无济于事。从前李冰老常说的，该怎么样生死还是怎么样生死，也就是说与了生死出三界就不相干了。所以佛法无论大乘小乘，自始至终啊，都着重在行。解那是行的前方便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行下面有个运，这个字很重要，我们在经论上常常看到，尤其古德的著述，所谓行运相资啊，如鸟之双翼，如车之双轮，说明他们的关系非常重要，非常的密切。运以道行，运是指导领导，行以见愿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自己的愿要实践。愿是行之先道啊，如同世间人所谓的立志，这一个案例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呢？一个人生在这个世界，说实在的话了，时日不多啊，就算你活100岁，100岁也不过是36500天呢。你想想这个日子就并不长啊，非常短暂的，在这样短暂的期间，何况人的寿命。古人讲得很好啊，人生70古来稀啊，能够活到70岁的人确实不多啊，所以时间很短促，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。一个人在这个世界，如果这一生当中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像一条船在海里面，茫茫大海，无所适从啊，这一生呢，肯定空过。事出事发，凡是有成就的人，没有别的，他先有个方向，有个目标，他一生知道怎样去努力，不离开这个方向，一定可以达到他的目标。佛家讲发愿，跟世法里面讲立志是相同的。我们活在这个世间，已经过了不少时日了，想一想我们的方向目标有没有确定。如果没有方向目标，这很可怕了。我们修净土的同修总算不错，非常幸运，我们的方向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的目标弥陀净土，我们要去亲近阿弥陀佛。于是我这一生当中啊，就知道怎样去努力，如何循着这个方向啊，达到我们理想的目标。这是愿啊，有了愿之后啊，要以行见愿，否则的话这个愿是空愿，永远不能实现的，世间人称为虚愿，虚假的，不是真实的。对我们来说修行非常重要啊，行包括我们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语、行为，这些行为当中我们犯了错误。什么错误呢？与自信不相应，
没有能够随顺自心的。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，他们能随顺自心，所以是正心啊。我们迷失了自心，随顺烦恼，随顺习气，我们叫邪心啊。我们的思想叫邪思，我们的见解叫邪见，我们的言语邪说，我们的造作邪行，如何改邪归正？这叫修行。从哪里下手呢？这就不能不依经教了。经教是什么？经教是诸佛如来之正行。我们在经教里面看到诸佛如来所想的是什么，跟我们确实不一样啊。诸佛如来所想的念念帮助众生改邪归正，念念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转凡成圣，得究竟佛果啊。我们确实未曾起过这个念头啊。诸佛的见解，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，都是心现识变，都是如来化身菩萨神变，这他见到的跟我们所见的真是完全不相同。所以我们的言语错了，我们的行为也错了，自己并不知道自己错啊。自己要知道自己错，那就不错了，这就叫觉悟了。知过能改啊，善莫大言呢，这称你为善男子善女人。为什么呢？你能知过，你能改过，这是我们自度度他的下手处。我们修行要从这里修啊。现在人呢，不像从前人那么老实，现在人妄想多啊，知见多啊，分别执着非常严重啊。这是我们诊断的现在人害的是什么病啊。我们早课采取无量寿经的48愿，读这一段经文，晚课我们采取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，针对现代众生所犯的毛病啊，用它来对治啊。这个经文非常明显，早课提醒你要发愿啊，要把阿弥陀佛的本愿变成我们自己的本愿，行行净愿，要把大愿落实在生活当中。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，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？无戒十善。所以用这段经做晚课读诵的时候，随文入观，提醒我们断恶修善，持戒念佛，这样的早晚课就起作用。诸位一定要懂得早课提醒自己，这一天日子怎么过，这一天用什么样的心态对人对事对物，与诸佛菩萨相应，早课目的在此地。晚课就是反省，就是检点我这一天当中哪些事情做对了，与佛教戒相应，哪些地方做错了，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错了，与经上讲的不相应，这样的早晚课才叫有功德了。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也是有条件的，不是说我信了就能往生的，不行啊。
现在有一些人提倡啊，本愿念佛，我发愿求生就决定得生，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？愿里头有行，这个愿才叫真的愿。佛在经上讲了，不晓得讲多少遍了。愿要没有行，叫虚愿，那个愿是虚假的，不能兑现的。你要懂这个道理，佛不欺骗人呢，自己欺骗自己，那个亏就吃大了。一行见愿，实践无量。我们为什么重视三福六合？这是佛在《观无量寿经》给我们讲的基本法。三世诸佛都是修这个三条，就敬业正因。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敬业，我们信阿弥陀佛，信西方净土，愿生西方净土，最低限度你要把三福做到。三福做不到不能往生啊。我每天念佛念十万声佛号，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，这个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三福里面最低限度要做到一条，你才能往生啊。你能做到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发愿念佛求生净土，下辈往生。你能做到第二条，第二条当然包括第一条了，再能加上受持三规，居住众戒，不犯威仪，你终辈往生。这无量寿经上三倍呀。再能提升，你能够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上辈往生。这是基本法了，哪有说是发愿可以不要修行就能往生的？佛没这个说法，千万不能误会啊，不能把这一生大好姻缘当面错过。